今天的话抽这个牌来反射卦象，当然黑桃代表状况，黑桃代表权力欲望很强，啊，那个我们说的梅花代表状况很多，红星代表心想事成，钻石代表资源广收的意思，那么我们请美人姐来帮我们这四位，今天如果啊，你要抽一张牌啊，你洗你洗，以你的圣手来洗，因为你完全是超然的，准的话算我，不准算你。我只负责解卦，我只负责解卦。你搞我细节，我比较用这个，所以喷出去嘛，那个什么赌神，你看赌神，你喷出去，然后再了解哈。好，马上。哎，洗的不怎么好啊。阿爸，你随便摊开来。对对对，好吧，我抽四张，抽四张。那你要讲谁的名字哦？好 ，OK， 来。哎哎，你那来，好，没关系，赌场上班，我从这边抽过去。澳门来的，来，观众朋友，我第一张抽的是王金平。好，等一下，来，抱歉，你去澳门三天再回来。对对对，这个实在是只会占卜，不会。你真的不会玩，没关系。这里比较滑，不好意思。来，这一张，粘上去，反过来。好，直接粘上去，反过来。翻过来，对哈。有经验了。哦，好，再抽第二张。有资源。对，你第二张再抽一张，那也是。好。第二张抽王朱立伦，对。哦，心想事成，心想事成，但是对点数越高越好，但是只有三颗，心里内心很爽，开始爽。好了，第三个抽谁？你要下一阶段吗？抽谁？郭台铭，穿西装的更强，穿西装的更强。郭台铭，两牌啊，一起，不要作弊。你是赌神最后一张，我觉得我太神了，因为我可以三个图案都不一样。哎呀！哎呦，厉害厉害！三点啊，黑桃是什么？权力，权力，势在必得，势在必得，势在必得。好，广告之后为您抽出韩国瑜。